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威胜。我十岁开始学游泳，十一岁开始去 competitive swimming。哦，十一岁，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比赛。十二年，对，十二年的时间。所以真正开始是十一岁啊，还是十岁啊？十岁。十岁。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被逼的，还是只是兴趣而已？一开始是身体状况，我一开始是有 asthma 的。哦。对，身体状况，然后去尝试游泳这个项目，然后慢慢就 pick up 了。其实也不慢啊，就一年的时间 pick up， 然后就喜欢上这个运动。你是新哥吗？我是新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 ？Available。他跟你讲 available， OK， 你的择偶条件是，讲一下吧，透露一下，你他也是一定要水明的是吗？真的是很拍水，不要，我不要运动员了，哦，你不要运动员啊，不要，我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世界，哦，哇，接接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哦，你们现场的每一位都是有在做 gym 是不是？所以你频率的话是多少？就每一天都会去还是这样？一个星期最少都会三次。三次。哇，wow, ，OK， wow, 然后你们到你 part of our training 啦 ，actually。哦 ，OK， 是被逼的啦。啊，差不多像被逼咯。是，你要去你就可以赢哦，你不要去你就不能。可是如果被逼呢？被逼要这样，我要来逼我，逼我，真的。OK， 所以你要什么来讲？所以我想要 okay, 我想摸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是有 six pack 的吗 ？Oh my god！ 有吗？现在？还是今年，哎，因为今年 MCO 啊，过后没有去啊，真假的？真的是 OK， 我可以稍微摸一下吗 ？Oh my god！ 摸到我的心，他将摸到他的心，哎，摸到，他在撩你，哎，心没有在向低了 ，OK， 他下去给你，没有心在更下面一点，是不是？